这个写法其实还蛮常出现的啊，因为二维我刚刚讲过了，因为会有栏格有列嘛，所以一个表格的形成一定就会变成需要用两个回圈来完成。那首先第一个回圈呢，那你看到像这样的一个九点八表，你光我先撞一下给各位看嘛，其实写完之后程式蛮短的，程式基本上哈就只有四行程式，就这四行。OK 好。那可是问题哦，如果你要把它 run 出来的话，像这样的一个表格哈，那该怎么做啊？其实它有一个固定规则，当然你要写的话，如果你说老师让我写两个回圈，我不会写，我可不可以先写一个回圈，再写第二个回圈，分阶段来完成？当然可以啊哈。那首先的话呢，如果我们要写像这样的比较复杂一点的一个程式的话哈，通常是这样啊。一到九，感觉一到九列有没有一定横向嘛？太复杂了，所以我们假设我要写的话，我们只要先第一阶段就是先写第一列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第一列先写出来之后，然后再去想第二列、第三列、第四列怎么写。那你慢慢去把它推敲的话呢，其实答案也会出来。那你说，我们不要先 管那个一到九列。我们先管横向的这一列好了，那你来看一下，这个有没有什么固定规则？好像有比较简单呢，好像固定的就是一乘，有没有？一乘上后面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变数，等于最后相乘的结果，就一乘那个变数的结果。有没有简单多了嘛？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它规则什么一到九嘛，后面这个是一到九，然后尾巴的话呢，一定就是一个。一个 tab，那 tab 的话，上个礼拜讲过，那个脱衣之源不是有反斜线 T，就是 tab 符号了。反斜线 N 是 Enter 嘛，反斜线 T 呢就是 tab 符号。那所以呢，如果我假设要输出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先不要一下写这么多了，我们先写一个横向的一列就好了，一列就可以了哦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会需要写一个回圈，那个回圈的话呢，我的习惯呢，如果里面的这个回，里面这个被乘数呢，我习惯用 j 啦。那外面这个的话，我习惯用 i 啦，这个人习惯。你说老师颠倒也可以啦，只是我个人习惯。OK 哈，所以呢，我们会需要呢产生一个什么呢？产生一个一到九的一个变数。所以，哎妈，这个地方我把它缩小一点好了，因为这个它折行好像会有问题，所以我把它。稍微把它缩小一点点，好，拉过来一点，因为它如果再拉过去，它会有折行问题，它会变这样子。OK，好，那如果说我先处理这个，那它的规则一定是一乘了，OK，所以我现在产生这个变数，它是一到九，所以我这边 range 的话呢，就一逗点十，这样的话呢，i 里面的值就会是第一次是一嘛，第二次是二，一直到九，OK 啊，没问题嘛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如果要输出，那怎么输出呢？底下就加一个 print，print。那 print 的话呢，print 什么呢？前面是一乘嘛，所以一的话呢，我用文字来代替。那乘的话用 x，大写的 x 啊，然后后面串一个呢，串什么？串那个 j。所以串的话呢，那我就加一个 j。可是 j 的话呢，它是一个数字。那为了要跟文字串一起，所以记得要加一个 str。把它转型，转型之后再加上什么呢？加上等于等于符号，然后再加上什么呢？加上那个相乘的结果，那相乘的结果就一乘上 j。OK，好，那理论上这样程式呢就快写完了。但是最后的话还有一个地方，尾巴一定要加一个什么？这个一个什么？一个 tab 符号，因为每个尾巴就有 tab，所以最后的话还要再加一个。tab 符号的话就反斜线 t，OK，好，那理论上呢，我们已经写完了，看起来应该是可以得到第一列了哈。一乘 j 我看一下，一乘 j，j 是这个嘛哈，转型嘛，后面没有 string，加上，等于后面没有 string。这个也要嘛哈，这个一定要把它转型，常常会漏掉哈，所以记得这个一定要把它转型。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转型的话，那一定会发生一样的问题，type error，OK，所以 type error 非常容易发生。另外的话呢，把它执行一下，看一下结果好了。执行，你可以看到，有了耶，很接近的。但是会有另外衍生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
因为 print 本身哈、哦，它只要 print 一个，它尾巴就会自动帮你加一个换行，这是固定的啦。那你说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尾？因为它换行变成说它换到下，它没有接在一起。所以如果假设哈、哦，你希望 print 本身哈、哦、不要加上换行的话，那有一个方法，你在后刮弧的左边这边前面哈、哦、加一个逗点，加一个参数就对了。逗点跟他讲说哈、哦，它有一个参数叫 END， 有没有 ？END 就是它尾巴的那个换行，把它清除掉的意思。那尾巴的话参数叫 END 嘛？哦 ，END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没有清除的话呢，其实就是两个有没有双引号，就表示清除的意思。那 END 等于清除了，意思就是说哈、哦，我把尾巴的那个换行拿掉的意思啦。OK，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希望哦尾巴不要换行的话，那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参数，叫做逗点 END 等于这个清除。OK， 那我们来把它 print 一下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底下 print 出来结果有没有？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就没有换行了，本来是纵向的，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被改成横向了。哎 ，OK 的，有没有？所以目前看起来，第一个 step 好像已经成功了，那你说老师，那我第一列 OK 的呗哈？哎，那我接下来要写第二列，那第二列当然你也许想写第二个回圈有点困难，那你说老师，那我不要写第二个回圈，我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啦，你先反正先写得出来再说。那有什么方法 ？Ctrl C 的呗哈？啊，第二列的话怎么做？贴上哈，有没有？把这边改成二嘛？然后其他要不要改？二乘哦，这边也要改，有没有？改成二嘛？哎，其他就 OK 了耶。对哈、哦，然后把它执行一下看看。但是会有个另外衍生的问题，它会变成说呢，在第二的部分它少一个换行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哎，没关系，你就在中间再加一个换行。那怎么加一个换行？最简单的方法，直接在这边 print 就好了嘛。我刚刚讲过了 ，print 本身什么事都没加的话，那就是一个换行的意思。啊 ，print 哦，放在中间对不对哈？那这样的话呢，它 print 之后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有没有一输出之后有没有？因为这个 print 的关系，所以它会在这个一的后面这边呢，就补上一个换行的啦。OK， 这个所以啊 ，print 小括弧就换行的意思，然后下一个就是二了哈。OK。哎，那你想说，那我3的话怎么做 ？OK， 岂不是3的话呢？那把这个 print 加这个有没有 ？Ctrl C 有没有？然后在底下怎么样？再贴嘛。那贴上去之后的话呢，那再把它改成3嘛，有没有？那第三列不就有了？那4的话怎么做呢？4的话呢，再贴嘛， 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哎，有没有？这样九等方表会不会成功？会成功。但是好不好？不太好，对哦。可是你写出来也是没错啦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写完，但你应该可以知道说，哦，有些东西会不断重复。你只要把不断重复的部分提取出来，把它另外再增加一个变数就解决了。OK， 所以啊，如果你假设已经想到规则了，其实像我写程式这样啊，我先写第一个 step， 然后第二个 step 我如果想不出来没关系啦，我就先。土法炼钢做几个之后，我已经找到规则啊！你可以看到哪边有规则，哎，这边不是有吗？有没有？其实我们大概改了哪些地方？这个地方不是一改成二，改成三，所以底下都一样嘛，一直到往下一定到九嘛，哎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可以再增加一个变数，也叫 i， 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这个一定是个范围嘛，所以我叫 for i in range。有没有？然后 range 的话就是一逗点十嘛，那就产生这个 i， 我把这个 i 的变数放在这个位置就 OK 了嘛。那这个变数除了可以放这里之外，也可以放这里，有没有？那不就 OK 了吗？只是说了哈、哦，这个地方有点难度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它是两个回圈，那变成说你要把 i 的回圈放哪里，还要注意缩排的问题。如果这个可以解决的话，那程式应该 OK 了。好，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嘛，先解决第一个哦，横向一列 OK， 然后再试试看哦。啊，当然我们理论上大概贴一个第二大概就差不多了啊，再来做修改哦，试一下哦。